大家好，今天我跟这个高东宝还有 Marco， 我们一起来拍这个日版的151，已经过气了。其实这盒在我心中151永远不会过气。嗯，你刚才不是说还不认识这些教室吗？我不认识那个新出的那个。我们这一弹最贵的卡是那个丽佳的 SAR， 还有我们的御三家之中进化型，还有梦幻的 SAR。不过那个皮卡丘的大师球闪也很贵。那么废话又不多说，咱们就开吧，看看是对，看看这个 Marco 的加入能不能打乱这个欧气的。飞了，我跟他拆了几次，一次比一次飞的。我先展示了啊，他们在捡，我先展示了。没有货，但是哎呦啊，得看好了闪啊，这是球闪的，有一张是大师球闪，一张 AR 的杰尼，哎呦，两张一块出了，杰尼龟跟水箭龟，杰尼龟超可爱的，好，大师球闪的暴鲤龙，哎呦，大师球暴鲤龙是贵的吧？贵的贵的，有价格的，这相对来说贵的，可以的可以可以可以，来看我的吧，看看啊，你好像出了，你出高了。啊，我也你真出高了，我也太无聊了，我出的一个特别牛逼的东西，特别牛逼吗？阿伯怪。哎呀，我球闪的，你看我多丑！阿布，我不想玩这个游戏了。你来吧，你看你的吧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哎，也是小龟，它是会出一套吗？不是，不会，对，它是随机的。来，接下来五波，我也不想玩。哥，我跟你说，这是好事，证明你现在红的发紫啊！它是绿的呀，它是绿的。那个，看宝子哥的下五波，带龙。阿布蛇、双纳瓦斯、嘟嘟利、腰带，我结束了。没有是吧？没有，没高，我的 AR 都没有。看一下我的五包，我觉得我这边就可以基本上告别了。我出货了。这么，那等会儿，先看我的，先看我的。我这边可能就没有了呀。双高呀，双高。嗯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你们旁边那俩，哎，刚，哎，跟我打着球。哇，等会儿，这第二贵的，这盒里第二贵的，可以，红的发紫，紫的，可以，牛一下子翻身了，我一向是很欧的，哎，暴鲤龙可以啊，那我就没什么东西了，小一千了那张，没什么压力吗？一千呢，没本了，我们你怎么第一张就是没什么压力了？我是魔强人偶的大师球闪，确实魔强人偶大师球闪，那后面 AR， 哎呦，豪利，你俩同时出了大师球闪，好，我们接下来的五包啊，先看宝子哥的五包，该出了，应该该出了，出了吗？没有，来吧，还没出高我，来吧，看看，哎呀，尼德王的 AR， Lucky， 火一部的球闪，丽佳的球闪，结束了。我还没出高，来，接下来我的五棒，我还有 AR 呢。你还有 AR 吗？我应该有。我们的哎，宝石海星好看啊，还有一张化石龙，哦，有一张可达鸭，可达鸭的一张 AR， 不错。哎，妙蛙草的 AR， 你看都是 AR， 可以啊，可以。一共每盒都得三张。你出货了吗？喷火龙应该要出了，出了吗？出高了。我看到绿的那个。阿伯怪，又是阿伯。阿布，来吧，我们这一次视频最后的一个爆点。你纯洁，哎呦我的天哪！大家再也不要买151这弹的盒了。什么玩意儿？这都开的什么玩意儿？如果大家喜欢今天这期视频，想看我们再开这个日版 PCJ 的话呢，其实我们也不太想开了，你们随便点不点赞吧。视频的最后的话，大家用自己开到的宝可梦跟大家。我不要，我拒绝。泥鳅泥鳅多，好恶心啊！这个，这是我最烦看到的东西了。我们这个多可爱！阿布，拜拜大家。啊。